近孙俪在微博晒出了一组超哥的图片，终于超哥在娘俩的微博中有了姓名。图片中身形挺拔的超哥和瘦骨嶙峋的超哥是短短两个月中为了新电影影迅速增重20斤又迅速减重40斤达到的效果。虽然孙俪在微博中调侃超哥减重后脾气上涨，但字里行间也能看出满满的心疼，还告诫粉丝千万不要学习超哥这样过度减肥，不宜于身心健康。当然娘俩的微博评论里超哥从不会缺席，夫妻俩在评论里你一言我一语，我像两个高仿号，蜜糖想说你俩撒了这把狗粮我心甘情愿接着，很香。说到娘娘孙俪，她应该是娱乐圈数一数二会生活的女明星了吧，看看她的微博，除了有作品的时候宣传，平时都离不开四大主题：泡脚、儿女、画画和健身。孙俪节气日常播报提醒泡脚系列一直有传说，孙俪的皮肤是娱乐圈女中明星排得上榜的好，水润细腻。蜜糖觉得这肯定与娘娘坚持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坚持健身加快新陈代谢有很大的关系，不带滤镜的前置摄像头什么的也没在怕的。可蜜糖还发现孙俪一直给人以元气满满充满活力的原因还在于明亮的大眼睛，不管是在那年花开月正圆里俏皮聪慧的周颖，还是即将上映的电影影里面柔情坚毅的小爱，孙俪演绎的角色中眼神灵动而充满多样性，能够很快的吸引人进入她的故事中。其实眼睛是最能透露岁月痕迹的部位，而眼周的肌肤却比脸部肌肤其他地方更柔嫩更脆弱，而孙俪之所以能够抵御时光侵蚀守护一双动人的双眸，想必一定离不开一款给力眼霜。这不，这个神器蜜糖已经给你们拉出来了，它就是来自欧珀莱的时光锁紧致素颜系列抗皱紧实眼霜 AUPRAS。 欧珀莱时光锁紧致素颜系列抗皱紧实眼霜260人民币每20克，这款眼霜富含丰富的植物精华，例如油橄榄叶精华、人参根精华、欧洲水晶钢精华等，多方位促进眼部周围肌肤内部胶原蛋白的活性，能有效对抗细纹、暗淡、松弛等问题8种肌肤烦恼，使眼周重现弹力、紧致、细腻、亮泽的肌肤。将眼霜用所附的小勺，取一颗珍珠大小的眼霜，轻柔的涂抹眼部的瞬间，就可以感受到肌肤由内而外充满张力，因为其给予了眼周肌肤所需的滋润与营养，充分抵抗外界干燥环境的影响，保护眼部肌肤持久丰盈滋润。这款眼霜的质地虽然看上去很浓稠很绵密，但是延展性却意外地好，在指腹上先轻轻揉开眼霜，然后点涂在眼周，非常柔滑的就能将眼霜延展开，眼霜轻盈不沾腻，能迅速被肌肤所吸收，眼周肌肤恢复两色光彩，大放精彩。很多宝宝都反馈坚持使用这款眼霜，眼周真的紧实了很多，眼部肌肤饱满有弹性，配合手法按摩还能改善黑眼圈和已经形成的皱纹问题，效果让人很是惊喜。欣赏唯美剧照之余，宝宝们千万不要忘记选择一款安全高效的眼霜，呵护自己的双眸，毕竟眉目流转生娇媚，方能像娘娘一样遇见对的人天天撒狗粮啊。